然还是不能没有你。从今以后，你还会继续待在我的身边吧？即使以我计时之能，果然还是不能没有你。从今以后，你还会继续待在我的身边吧？虽然我无法完成你真正的心愿，至少这个我还能做得到。到时候可别忘了我。蝼蚁之辈，无方幻界。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今天介绍的角色是祭司霍雍，乃罗侯以创命之法所创之人偶，来到人间的使命是制造九魂天动仪，将幽界带回人间。但最后被神将相应，假借降服，趁机以血龙臂偷袭霍雍。编辑最后以强大的剑气斩向神将相应，而最后霍雍的计划延迟千年之后，直到夏侯仪。霍雍的职业宙斯，属性为暗。天赋的部分呢，在六星的情况之下，四个内如果存在冰炎暗属相的角色，包含自己啊，也就是说你旁边只要占冰属相跟炎属相的阴灵就可以了。那回合开始的时候可以获得寒蓝焚玉玄幽的 buff， 那每一种 buff 呢可以提升自身 6% 法攻跟法防，那最高可以提升到 18%。 寒蓝的 buff 呢是如果你使用冰属相的绝学攻击的时候呢，提高 20% 的法穿。那焚玉的话是使用炎属相的绝学攻击后可以驱上目标两个游弋状态。那玄幽的话则是用暗属性的攻击对方之后呢，可以试一下两个有害状态。好，那在三星的部分是两格内，那四星是三格，五星也是三格，那差异就在那个自身提升自身 5%， 五星是 5%， 四星是 4%， 三星是 3%， 六星就 6%。 那基本上霍雍升到六星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啦。五内的部分，如果你是灵运石不够的玩家的话，那我建议就是中间点满，然后上路点到魂天推星这一招，然后下路点一点，这样就好了。那如果说你灵运石稍微够的人，就是上下四次点满。那假设灵运石你非常的多，那就是三线全部开满。OK， 因为霍雍算是很值得培养的一只阴灵啊。你全部点满不会后悔的。好，那我要介绍一下他的最重要的大招。为什么先讲这个呢？因为他是第一位拥有帮暗属性的友方增加全属性 10% 的阴灵。好，那这招是七地技，
那七滴剂这个封天之影呢，累积之后累积 3.7 滴剂，可以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7 倍的伤害，并在全场开启结界无方幻界。那这个无方幻界的效果可以持续三个回合。那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可以使气血低于 50% 的敌方所有不在冷却中的主动绝学获得一的冷却时间。那你在打 PVP， 如果你打 PVP 的时候对方的气血低于 50%， 你再放无方幻界的话，那对方的主动绝学就会冷却减一，但是你要办法帮把敌人都打到 50% 以下你才会触发。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暗属性全属性加 10% 的这个效果啦。那且再来就是使用主动伤害或治疗绝学之后呢，该绝学冷却时间减一，还真的不错。好，那霍庸是有阵法的，那这个阵法是搭配炎跟冰的阴灵各一位，不限职业。好，那后面是气血高于 50% 且没有携带 debuff 的状态，伤害可以提高 15%， 以效果来说还蛮好达成的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罗喉阵法。罗喉阵法就是你在单体绝学三招冰暗火这三招使用一招去做使用。好，这是罗喉阵法，是一开始就有了。好，再来是变魔。那变魔的话是被动，那你使用炎跟冰的绝学之后呢，该绝学的冷却时间会减一。那罗喉阵法这一招是冷却是两回合，那变魔就是你被动带上去就是冷却时间减一这样子。好，那记录秘术呢是炎冰暗炎的范围镜，选择一个做使用。那冰华之阵跟焚炎之阵是可以克数的，这个不用担心。好，那上面这个决议，这个决议是一次被动，那使用伤害决血的时候呢，法攻跟暴击率可以提高 7%。 好，下面这个被动预破是主动使用暗属性的决血攻击后可以恢复自身的气血，那是恢复量是本次伤害的 30%。那最主要是增加霍庸的战场续存力的。好，另外一个是部位断层，那个大家很熟悉哈，就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5 倍的伤害。那对战之后可以恢复气血哈。好，那再来就是魂天推心的部分。那魂天推心的话，它可以自己主动使用。那主动使用完之后呢，可以获得再行动两个，让它可以直接获得寒蓝、焚玉、玄幽这三种状态。也就是说，你上战场的队友们都是暗属性阴影的话，那你就不会有寒蓝跟焚玉。那这时候就会考虑带魂天推心的部分直接获得寒蓝跟焚玉玄幽的 buff 之后呢，再使用绝学攻击敌人那这个就是不可偷取、不可驱散。那要释放主动绝学，相对应的主动绝学之后呢，才会消失。好，技能搭配的部分有三种啦。那封天之仪加这个罗喉阵法加变魔，或者是玉魄，那这样的点法就是主要是单点输出啦，这个看关卡，不一定要 PVP 或 PVE， 就是看状况。好，因为这个配法太多了。好，第二种呢是一样封天之仪，几乎封天之仪是必带的啦。然后在嫉妒秘术，那就是带范围技的范围技的绝学，然后搭变魔或者是玉魄的玉魄。好，那第三种呢，就是一样封天之仪、嫉妒秘术。那我是觉得嫉妒秘术，这个时候就要带魂天推心的，因为魂天推心会有那个可以施加一些驱散敌人的那个有益状态，或者是对目标施加两个 debuff 所以用范围机会比较好啦，因为你可以赶快让对方就是驱散 buff 跟施加两个随机的 debuff。 那你说带罗喉阵法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就看状况。好，大部分的配法大概是这样子，其实没有到很难。 OK， 集中。好，我们来介绍一下霍庸的这个有天赋的部分。那天赋部分在前面有讲到就是你在回合开始的时候呢，三个念如果存在冰炎暗的角色包含自己
那回合开始可以获得这个三个 buff 的状态，那每种状态可以提升自身 5% 的法攻跟法防，那最高可以到 15%。 好，那 15% 的时候是五星的状态，那六星的状态是 18%， 也就是说你要让货源一开始有比较高的法攻跟法防，你一开始就让他站旁边有站一些岩兵的阴灵，那在你使用完这个招式之后呢，你在使用完招式之后呢，这个 buff 就会移除，那如果你不使用呢，就是这个 buff 就会一直在。那假设你使用完像这个寒蓝好了，冰属相绝学攻击完之后呢，那这个 buff 就消失了。等一下我们示范一次。那消失之后呢，假设冰你又站到货用旁边的话，那下一个回合这个寒蓝的 buff 又回来了。OK， 这样懂哈，所以你要让霍用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旁边要跟着队，就是冰属相跟岩属相的队友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基督秘术哈。那基督秘术有三个绝学的那个范围技能哈。那你要马上集满七滴剂，奉天之雨去释放这个结界无方幻界。那这个无方幻界呢，是可以最主要就是让暗属性的友方全属性加 10% 哈。那主动伤害或者治疗绝学之后，使用主动伤害跟治疗绝学后，该绝学冷却时间减一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使气血低 50% 的敌方所有不在冷却中的主动绝学获得一回合的冷却哈。这个就是还算 OK 啦，不过我最主要还是暗属性加 10% 这个功能哈。你在有些关卡全部放暗属性的话，那你再搭配霍庸，那这个加成10%哈，还是非常好用的哈。好，那基本上我们放完这个冰化之阵，打三只。那最快的话，可以在一回合就发动无方幻界哈，就是那个结界的能力啊。那用风铃声再行动呢？啊，第一回合就可以那个张开结界。那这样子，他的那个无方幻界的这个领域呢，就展开了哈。那持续三个回合，那三个回合其实还算很够用了。那基本上，你说霍用该不该抽吗？我个人是非常建议抽啦。那除了霍用有范围绝学的冰属、岩属、暗属，那一样会有单体绝学哈。好，那一样会有这个混天推星的这个。buff 哈，那这个 buff 呢是可以自己哈，获得这个寒蓝，然后岩玉、玄幽的 buff 哈，跟再行动两个，这个直接获得啦。好，那罗喉针法就是它的单体技能的部分哈，单体技能部分。那它的被动变魔啊，就是使用岩跟冰属相冷却时间可以减一哈。那这在前面都介绍过了。那我们这边如果把冰点拿掉。好，把冰妮跟依依拿掉之后呢，然后再放这个混天推星，那自己就会获得这个 buff 哈。你要自己，如果、你全部都暗属性的友方的话，你要自己获得 buff 就只能靠这样。那可以获得再行动，然后再行动之后可以攻击敌人。好，就大概是这个操作啦。好，然后可以攻击，就是用单体技能，这个是单体技能的部分哈。好。那这样子，希望大家会这个喜欢上霍用这个结界的部分，还有他的再行动，魂天推星的这个 buff 哈。假设你队友没有岩属性跟冰属性的阴影的情况之下，可以带这一个 ，OK。那魂石的部分呢，是可以用这个诸焰魔火。那诸焰魔火是三枚，使用绝学的时候伤害提升10%，那使用范围绝学时呢，伤害额外提高5%。好，那饰品的部分呢，头可以带天河朱砂，那天河朱砂是法攻加 10%， 使用单体绝学伤害额外提升 15%， 其实差不多，就是头就大概最好用的那几个。好，那手部的话可以带这个幽咬袖环，那这个效果是攻防属性加 5%， 免疫固体伤害跟风咒哦，这个风咒很重要，打 PVP 这个油的话是很好的。好，
好，那另外一个手部也可以考虑带这个气血加8%，那单体绝学法攻加15%，对应到这个天河朱砂部分。那如果你是带这种饰品的话，你的技能搭配你就要带单体绝学的技能哦，不要傻傻你带群体范围的绝学技能哦，那这个饰品就这样懂哦。所以这个搭配技能的部分还要搭配你的饰品的部分，所以这边呢头部的部分可以带这个风息，那风息的部分是法攻加18%，使用群体绝学的时候伤害额外提升15%。好，那你如果带的是风息的饰品的话，头饰品的话，那你手部可以考虑这个灵机灵琢尘气血加8%，使用群体绝学的时候呢法攻提升15%，群体绝学他记得你的技能要带群体范围技的绝学。好，那手部的部分呢，你也可以带这个比较通用型的，就是气血加8%，使用绝学的时候法攻加10%，这个是赤霞御界尘。好，那再来是衣着的部分，这可以考虑带精神金玉的啊。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比较好的。主动攻击的时候，对战中物防法防提升15%哈，都增加你的防御力啦。然后腰部的部分，遭遇横渡，我觉得带这个还不错啦，因为这个是遭受攻击对战中啊，自身免伤提高20%。我现在想到比较好的就这个。那如果你没有的呢，就是你有什么就装什么吧，好不好？好，那以上的点法跟技能搭配呢，仅供参考。玩法有很多种。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大家晚安，拜拜。Thank you.